不错，子路也是为了天下呀。为了天下，林峰和林香儿乃平天剑王林啸天之子。林啸天曾代表我武神殿入林路，出入各大上古神迹，寻得无数神石供我殿镇压魔尊。没有林啸天出生入死带来神石维持神阵，我古神大陆所镇压的古魔不知脱困了多少。若古魔脱困，谁可镇压？你们又焉能站在这里讨伐他的子女？这武神意志已经检测过，你们还在此质疑，是在质疑上古武神，还是在质疑我族英雄？殿主所言极是，我林师弟几次舍身镇魔，我南部青州的修士有目共睹，岂容你们质疑？欺我师弟居心叵测，当严惩。林公子曾几次镇魔，怎能辱？殿主，挑拨离间者，当严惩。可恶，连殿主都站在了林峰这边。子洛，为何要挑唆起哄？若有隐瞒，你们的族人皆不可入我武神殿。孽障，还不给殿主道来。我说是子辰和雷浩，是他们让我帮忙起哄。子辰雷浩，你们二人为何要扰乱我族人心？不是我们，殿主大人，此事和我们无关呢。雷浩子辰，明明是你们在雷泽城和林峰结怨，并让我们趁机起哄，好借舆论除掉林峰。雷浩子辰，林公子在雷泽城挺身而出，诛杀魔族超凡，几次救我们于危难之中，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？若非林公子，我们和雷泽城千万子民都要沦为魔族刀下亡魂，如此英雄你们也去迫害，你们简直不配为人。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李兄，雷浩子辰，你们还不认罪，是想害了你的族人吗？我们认罪。以后谁若敢侮辱英雄，以此为戒，其父兄子女皆不可再入武神殿。殿主英明，殿主英明。望诸位能同心同德，守护天下如此，我人族方可传承万世。我等谨遵殿主教诲。我等谨遵殿主教诲。林峰，本座如此处置，你可还满意？殿主对这林峰怎么如此客气？这就是天才的待遇吗？殿主处事公正，林峰自是满意。不过，若再有人借此欺我香儿，林峰哪怕燃尽神魂，必诛敌于剑下。本座给你特权。那你受惊了，有哥哥在，天塌了香儿也不怕。如此，检测继续。检测通过者准备登山。在武神山巅神像之下有30个莲台，代表30个牌位，莲台设有禁制，并非人人可以登入，你们当选择合适自己的莲台。登入莲台后还需承受各方天才的挑战，若占据牌位一个刻钟还无人挑战，便可确定牌位。好，诸位开始登山吧。走。我一定要闯入前10，去武神殿挑选圣兵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些年轻人
也未免太急了，连入山台阶有禁止都不了解，就直接硬闯啊。林公子，武神山台阶是有禁止，在入山时只有释放武魂之力才能踏足台阶，在踏足台阶后会演化出阵法空间和禁止攻击，只有击溃这些攻击才能登上武神山。林公子，早早的登入武神山亦可为你占据官位省去不少麻烦呢。多谢告知。如此，我们便动身吧。好。这里只有我一人，看来这是神山的禁制了，一人一个禁制，只能靠自己了。正好，凤凰烈焰棍。这是凤凰囚龙掌。剑影化形。